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摄影养成协会天真无邪的鞋，我是小默默，学过编剧，读过电影，也曾在电视台任职过。我是摄影师阿侯，我在伦敦学摄影。今天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如何剪辑旅行中拍回来的小视频。相信会有很多人面临这样一个问题，在旅行中这儿拍了那儿拍了，回来之后面临海量的素材却不知如何下手。所以今天我们推出了独家的造句剪片法，从字到词，从词到句，从句到段，帮你们解决剪片难题。此方法不限设备，不限器材，男女皆可，老少皆宜。造句剪片课Ready? Go! 第一步，提炼片段核心词。首先，我们随便选出六段素材，根据素材内容，用一个词概括它的中心思想。黄昏，坐地铁，走进雨过天晴的地铁站。第二步，用核心词造句。这一步的重点是正确排列词组。巴黎地铁站，我在巴黎地铁站坐地铁，走进雨过天晴的黄昏夜晚。我在巴黎地铁站坐地铁，走进。用核心词造好句后，下面的工作就非常简单了。第三步，按照句子排列画面。我在巴黎地铁站坐地铁，走进雨过天晴的黄昏夜晚。第四步，加入更多描述，让句子更丰富。我在屋顶。通过不断提问，我们可以一步步扩充这个句子。我家在屋顶俯瞰。从而把同一场景的视频素材排列好。我家在屋顶俯瞰生活在这里的人。第五步，连接句子。想要把句子与句子连接起来，我们需要一个连接词，也就是说我们要理清两个句子之间的逻辑。我家在屋顶俯瞰生活在这里的人。我们常用的连接词有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，所以，表示转折关系的连接词，但是，表示并列关系的连接词，而且，我们这次选择并列连接词，进一步说明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家在屋顶俯瞰生活在这里的人。摄影养成协会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朋友们用我们的造句剪辑法剪辑了小视频，欢迎在全网各个平台尽情艾特我们小默默，艾特阿豪猴子，让我们与你分享成功的喜悦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